就辣一点。哎，七哥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你不是说他来这应聘了吗？人家老板说了，没人来过。他会不会走错地方了？你再去那边找找。好。老板您好。你展示一下才艺吧。会什么才艺啊？啥都会点儿。唱首歌吧。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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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长得很乖啊，会不会跳舞啊？就辣一点，辣一点，辣一点就是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哎，行行行，哎，你被录取了啊！长得好，比啥都强。那这样吧，你明天来上班，记得穿性感点。网管为什么要穿性感点？网管？啊，你来应聘网管？啊，那门口放的牌子你没有看清楚吗？啥牌啊？我们这是招聘主播、网红，哎，网红你知不知道？试用期一晚上，如果你能坚持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，那你就正式被录取了。停电了，打这个电话。客人的电脑坏了，换一台，统一报修。记住了没有？嗯。啊，上班吧。哎，工资多少啊？每个月1000五。太少了吧，最低工资的标准还没到呢。嫌少了，换一家。包吃包住吗？包吃包住，一天3桶面，超过了自费。我一天到晚都吃泡面啊。那嫌便宜喽，换一家。哎，你要是想赶上伙食，可以到我们家去。